Hello，大家好，给大家录一下言语避难所。我看一下这个特效啊。它好像没有画面设置啊，啊，那就算了。哦，那我都已经不怎么会玩了。一寸长，一寸强。这个长一点真的挺有用的。我去！哦，那我感觉好难啊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有点难。拜年剑法，哎呦哎呦呦、哎、呦！哦耶！我操！这个祝福之神，哎呦呦呦！我不能离他太近了。哎，这个狗是真的烦人。哎，这个狗啊。哎，这个游戏好难呀！寸步难行的，怎么办？
还为什么他比我快呢？终于取回来了，我的天呐！我去！我操，这个有点难了，哇，好难呀！这个就有点难了呀。这个游戏太虐心了。我操！我去！我得把我这东西拿回来。感觉这个也看出手速度啊，出手速度慢一点都不行啊。好虐心呐，好虐心呐。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路了，不过大家看一下，也还是蛮真啊，那个避难所，然后风扇也不怎么转，这个估计也可以干好多个小时。好了，那今天沿着避难所就。